瞅着看着呗，就是铁西置地新城那个有个西谷水岸洗浴中心被封了啊，刚封刚封啊。听说是来个大连一个小子上鞍山回来的，隔着连洗浴带打麻将还咳嗽，现在这个洗浴现在已经封了啊，不让出来了。看看这咋的了，这个浴池封了啊，浴池废炮了吗？置地新城旁边这浴池大伙儿不要来洗澡了，这一趟饭店都别在这吃饭了。搁浴室出来的肯定都给隔离了，都上车了。红光市场被拉警戒线了，看着穿着防护服的。封了啊，这个楼封了啊，第一扇三院后边啊。铁西大二坝楼下啊。餐厅有疑似病例，这俩是疯了，前面疯了，警察都来了。让你们看看，让你们看看我们辽宁鞍山，看看多少人看白菜，看看，看看了，知道为啥不？知道为啥干这些人不？知道为啥？看看这人，知道为啥不？看看，买菜的看排队看。吓人吗？吓不吓人？吓不吓人？那帮卖粮的。